还有十分钟。我靠妈，七面毒。啊，还好。累。哎、欸，真的都不怕没有那个呢，七刃条。哎、欸，断了！破坏吧！断了、啊，断了、啊，断了、啊，真的断了、啊。
还有五分钟。驯龙的重击，重尾击。Oh my god！ 杀得完吗？还是要先捕捉看看？有啊，他好还没吧？你先剥皮啊！哎、欸，跑了。哎、欸，他好像卖卡了、欸。妈，就是、有吗？跑那么快？真的是很难看状况，剩五分钟。应该开始再撞他一下。很平了哎、欸，希望不要骗人。哎、欸，他其实蛮大只的哎、欸。算吗？我要先抓一次看看。他骷髅头了，骷髅了，骷髅。对，那就接着抓了。哦，累了，累了。我的捕获呢？爆炸是酷刺，跑！糟糕，他不会累。而且这些龙跳跑的是啊，爬升的速度。那你跑太快了，给我下来！来、啊、睡觉了，我去抓他了。哎、欸，去龙睡觉。我拿到了铁鼎呢，要什么东西？然后逆鳞那种？没有，铁鼎是比那个宝珠更伤威一点，就跟宝珠差不多一样概念。哦，可是听说好像比宝珠还更稀少。哎、欸，这只有大鱼。该是要做整套装备。環境の変化を感じ取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。行きましょう。看一下。我去拿东西。好。
武器伤痕在哪里？看吧，武器。加弓针。哦，在那边。素材够，接下来要打妖女还有飓风，继续打一次。我打什么？主要打什么？我都没听。妖女还有飓风，那可能去探索一下吧。那我直接看看，我有妖女的调查，我自己看来打。快！在 IB 开始被守门员拉伤，去做蒙牛龙套装，很好用。我现在在穿。啊，你现在打什么？他去用那个探索。哦，那我们来打雷二吧。打那个药。好，雷二。他接了什么？鸟鱼，对啊，他是用鸟鱼。我看一下，雷二，你有雷二吗？我有啊，我好像都是组合型。三一级。嗯，啊，我的雷二嘞，我删掉了吗？应该有可能。啊，是蛮二啦，白痴哦、喔。那接你的吧。有效。我穿一下斩龙拳的套好，我怕会被他劈死。斩龙套是什么效果？他有个技能是，他的精神到时候会再更高，本来三级变五级，然后他有些技能都还不错，集中啊什么，还有强化持续，洛特，洛特好像不是，你接了吗？就很难，还没我穿装备换装备先，你不觉得先接会比较好吗？你不会跑比较久吗？对齁，
在土匪。塞住。我又卡了吧，这时候有跑进去吗？没有啊，奇怪了。让他重开。
然后重开，我重开机好了。
人加。加什么啊？我刚刚是你断线之后变成单人的样子。哦。我就在猫他了。那等你吗？我看看不打过他。干什么？你怎么倒在这里啦？输了，那我先去输半下。哎，失败啦！按错键。
一起。你是 PC 啊、哦？Ooh.